约个炮吧，约个炮吧。姐叫何秋武，悉尼大学数学系硕士研究生，姐最近正着手拯救全人类。变，你们同居了？他每天给我20000块钱让我睡着，应该算是包养吧。So crazy， 做我女朋友吧。至于吗？你这种人，现在叫备胎，结婚时就叫起当爹，结婚后就是老王的邻居，死的时候是武大郎，死之后追风绿巨人。一个可以计算出真爱出现的时间地点和未来真命天子外貌的公式，真爱就存在于这个公式当中。可是这也太不靠谱了，这恋爱怎么可能会有公式呢？你学音乐懂得什么叫数学吗？就是你们这种找不到对象的才喜欢故弄玄虚。其实真爱来临的时候就是一瞬间的 feel。 你干嘛呀你？按照数据来说，我必须要交到两个炮灰男朋友之后才开始高达最佳选择位置。我做你一天的炮灰男友。爱过了几年才能提，遇上了几天才能清。你告诉我该怎么忘了他。其实两个人共同的心愿，这才是爱。一心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我们